早餐，我操！不行不行不行，震死我了！凤凰城这儿，看这发这么远，变个月，咋没见咋没见？我操，都倒霉了！哎，这个水啊，绝对。这是水火无情啊，这火越来越大呀，这大半夜的千万千万的得注意啊。我的天哪，着火了，这 4S 店呢，好恐怖啊，怎么办呀这个，那车子全部烧掉了。6月21日凌晨，四川成都在建地铁13号线锦里西路附近路面坍塌，出现巨大坑洞。官方人员称对周围楼栋不造成安全隐患，民众表示不相信官方说法。21日，四川成都在建地铁路面塌陷的消息登上大陆社交平台热搜榜。6月21日早上，网民爆料称，成都市地铁13号线一在建站点坍塌，露出巨大空洞。网传视频及图片显示，从上空俯视角度可见，一条马路上出现巨大空洞，马路两边还有不少居民楼。位置就在这个地方，然后这边小区已经不准进了，只能工作人员进，居民都不能进。然后那上面能够看见，就这下面，这边是现代城。这是一来不能进。我要啥子？来了10多辆这个大的水泥罐车，10多辆，正在填那个窟窿。他的位置就是那个下面，拍不到我。现在这边交通管制了，锦里西路两边都不能通行。附近的居民停水了，大家都拿着桶，等消防车送水来。水好久了哟。就是这是接的水，这出事儿。来破嘞！太猛了，太猛了，大嘞！把给他摸嘞！太猛了，大嘞！擦烂呀，全部打出来了。妈妈给他摸嘞！你花了这个重复。男的走了，女的走了，夫妻一个嘞。给你走，你去吧。
欢迎啊，小舅啊，你冒出来都是。欢迎啊，我。天子的姐姐。哎，对，一个娘子安。总共是干啥子哦？哎，我走，我走，快别走，他都。大概睡一。你穿这个。啊，这个东西叫狗毛了，嗯，这个奶呀、啊、奶呀、啊，送了六嘞，没母亲同意，你回头你要去拿手拿东西呀、啊，去我手上的，就我手上，妈不要木有嘞，我手都被压这样子，你看着，嗯，那个水印，嗯，你不买东西，没拿你那些的哇，该咋全都打我嘞。你妈妈，你们过去，你管理过过去这个。哎呀，你没事就好了，姐，真的。你找我娘，我去虫子捡，给虫子在那帮助过来的吗？喂，虫子全部包来的。我帮他打门了呀。嗯嗯，那干啥的哦？你该找美女。啥东西啊？知道吗？
收头。这不得交人就不管事，交钱就不管事。后头这个。看嘛，现在这全部都换成预制菜了。哇，对，鸡就娃娃儿，这对不对？预制菜。先闯我们城啊，怎么闯？我们看看闯闯，浪先闯我们城。真厉害呀、真厉害呀、闯我们城，老百姓都干这个，现在这中国瓜中国胡不让都不让看了。哎，老胡子比红胡子还厉害，我告诉你们，还比啥呢？比啥呢？大爷，比啥呢？不带钱，赶紧打你娘来！张哥也是贤良张的，是，我一年一挣的，花的精气神。从这儿找的，这是贤良张，你不是你找哪一个张啊？在哪里啊？我给你找啊！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，在韩国出产的高丽参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，可增强免疫力，使疾病无法入侵，被称为万灵补品。高丽参分野生与栽培两种，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，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、白参、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。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%韩国优质六年高丽参为原料，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《东医宝鉴》记载的九蒸九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。高丽人参含有34种人参皂苷成分，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。另外，人参皂苷 RA、RF、RG3、RH2 为高丽人参独有的成分。经九蒸九铺制作后的黑参，燥火性质进去，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，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吃高丽参上火的问题，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。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皂苷 RG3 的含量比红参高8倍，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皂苷的吸收率高达80%以上，是红参的6倍多，是白参的16倍。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，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。